我系俊仔，我已经踩咗21年滑板，系香港全职滑板运动员。踩板唔只系我嘅人生，仲系一种态度。我比较着重对技术嘅追求，而练习系推动自己走向更大嘅目标。其实踩板就好似开 party 咁，亦系我嘅精神食粮，所以从来都冇谂过放弃呢两个字。